糍粑最早可以追溯到糍粑的名字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，但实际上这个乐器在很远很远以前就已经能够看到。考古发现，最早的竖吹的管状乐器是6000到9000年前。然后在黄帝时期，据记载有了用竹子做的芦管。在之后到了汉代，就已经有这样的形状的笛出现。糍粑一开始里面是没有上气的，但是没有上气，经常这么吹，所以吹出来的气在里面会产生水，这个时候竹子会受到影响，会膨胀，当它干的时候有可能就会裂。那么如果里面上了气，就不怕水了。同时通过上气，音色会发生一点点小小的改变，它会变得更扎实更亮。只有通过调灰摸到里面，改变它的内腔形状，才有可能改变音色。如果在里面用气刮灰再上气，那么就可以根据制作者的思路去设计它想要的音色。在气的源头看到好的气从树上割下来的，最直接的气，那个我认为更多的还不仅仅是对于糍粑方面，而是对心灵方面。我觉得能够看到，首先是一个我觉得让我很震撼的一件事情。当你看到一个割气的人在森林里面去割气的时候，那种感觉，那个不是用语言能够去形容的。我只觉得我非常的感动，气是如此珍贵，如此不易啊，很不易能够获得。那么我做糍粑要用到气，生活中还有一些地方要用到气，最大的感受是珍惜手中的气，尽量把它用好，是这样。